OK，就wait here。OK，OK。哎呀，我操！你慌个毛啊！咱仨人呢。 老非洲吃屎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的哥！我哪里？我哪里？Mercy。这也是我第一次。第一次来到贝宁。 第一次来到贝宁的海滩了，看一下地图，我们这什么位置？这本来第一次来的贝宁的海滩。这不是第一次吗？不是今天在港口拍的吗？海沙滩。港口旁边那个你没去过，海边公寓那个你没去过？那个只是路过，没有真正的去过。去过，哎，公寓你没去过？我去过公寓，但没去过沙滩。我们现在这个你没看见吗？这叫 Garden Donna Beach。 等你啊！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。哎呦我操！我操！啊！啊！完了，全他妈湿。脱了吗？让你双脚感受一下沙滩吧。哎，行。 小螃蟹，换那个便携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误。对呀，来啥？前面你们。那儿好接的。我操！变相。 看着没，跟那橄榄球运动员似的。我梁振伟今儿跟螃蟹较上劲儿了。哎呦喂！开始！我操！我尼玛！我尼玛！ 现在发型是什么样？到了海边，咱们海边，对。二楼吗？
我真费劲儿。 Drink? Uh-huh. You call a girl? Oh, cool! I see! Interesting! 这是个摇铃，就是把服务员喊过来。We going to outside. 我他妈的有点心焦，我也是，他应该说个5500。累了，喝点吧。哪一个？烤的。这个才是香蕉。